冷静好了吗？你怕这个？你看他，软软的，多可爱！大哥，拿走！哦，原来这个是他的软肋啊！司藤小姐，上车吧。接下来了，做什么？你去找一个人，叫秋山，是以前玄门的一个玄师。什么门？玄师又是什么？用你能听得懂的话，简单点来解释，就是说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玄师是和我们作对的。玄门就是这些玄师的组织统称。你找他做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是好心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这私下寻仇是要坐牢的。苍城山，好久不见。看星星陨落。